小心脚下。 曼宁，曼宁，老大，密码锁失灵了。 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小曼宁，元帅去找人。曼宁，秒针滴滴答答，转动的每一下，此时此刻，你还好吗？曾在梦醒时候。 想起你啊，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。假如放下一切，反复这场冒险，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，回到故事的原点？假如勇敢一些。 连一个心眼都守不住，还天天跟我说守住集团能保得住蓝海一星。结果呢？债券违约，财务清单被卷，设计师被人买通，被流光集团算计。好嘛，现在连我的外孙女都要搭进去。我告诉你们，蓝海集团可以倒，但是如果心眼有点什么差错，你们一个个的谁都跑不掉。 外公，心妍，怎么样？还难受吗？我没事了，只是觉得头有点晕。昨天医生来了，说你啊，浓烟吸的太多了，喉咙和呼吸道被灼伤，所以才导致昏迷不醒。 现在好点了吗？要不要叫医生再来看看？老林，外公，我真的没事的。
真的，别让外公担心。昨天听说你出事了，外公一夜没合眼。外公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心妍啊，你是庄家的一切呀，你在，庄家才在。你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庄家就塌了。喂，外公，让你们大家都为我操心了。您放心吧，我真的没事了。你也快去休息吧。你都醒了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你和心妍订婚。现在是群龙无首，心妍即使代表我坐上了总裁的位子，总是有人心里不服。我让你们立刻订婚，举行一个盛大的订婚典礼，让那些对蓝海一星虎视眈眈的人睁开眼睛看看，你们才是蓝海集团的新主人。